Lazzari 是意大利最具创新精神的抽象艺术家之一，但直到今天，他的作品在意大利之外仍鲜为人知。Lazzari 出生于威尼斯，作为一名女性，她被建议不要从事艺术事业，而是成为一名设计师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她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绘画中。50年代，她主要使用的是抽象表现主义的方式去创作。到了60年代，她转向极简主义。在这一次的展览中，展出了大约40件作品，突出了 Lazzari 对于抽象艺术诗意和高度独特的诠释。